运动压力袜其实它是从医疗的压力袜延伸过来的，那一样的道理，它也主要的目的也是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呢它还可以预防你的腿部的抽筋，增加你的运动的持续性，就是那个耐力。好，梯度就是从我们从袜子啊哈，它一样，它跟医疗袜的道理原理是一样哈，它这里的压力是最大，然后渐渐递减，好，递减到我们最这个膝盖下这个位置哈，它的压力大概剩下大概是70%。那这个它这个整个是把你腿部的那个肌肉固定，啊，肌肉包覆啊，它紧紧包覆固定你的肌肉。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哈，那个肌肉你是不是你剧烈运动，那个其实你的肌肉是一直震动的，好，它长期下来会造成你的肌肉其实也是在损伤。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，它可以预防你。另外一个就是预防你的那个乳酸的生成。那乳酸，我们的脚会疲劳，其实是因为乳酸的关系，它可以减缓你乳酸的生成，然后快速比较快速的减缓你的疲劳感。